抽完了，操、他们提到罗森，我跟你们讲一个事情啊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真的不要去喷小胖了，你知道吗？小胖，他打完第五那天，他去罗森买吃的，罗森的服务员跟他说，潘大飞今天发挥的不是很好啊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买了证件没有啊？然后他回来跟我们说，他以后不敢去罗森买吃的了。然后去罗森的话，就要偷偷在门外盯着，是不是那个服务员？如果是那个服务员的话，他就不会进去了。人家压力太大了。03年，是啊，03年小朋友，别欺负别人。来，也都怪我，是我自己不争气，我的位置没那么好坐，压力有点大。我死都不走的话，从 VU 打完之后，我从他的脸上再也看不到笑容，除非在吃他想吃的东西能看到。平时再也看不到了，小胖变得不活泼了。小胖只有在吃牛肉火锅的时候会笑，其他时候不可能笑的。